先收到机器，先把这个轮子安装。轮子安装的时候，先这外面两个，一定要朝外面，一个一个垫片。这个轮子是活动的，可以转的。这个插销插起来，两个插销。轮子安装好之后，把这个轮架放到这里面，这里有个插销，有个销子，把它插起来，再把这个螺丝拧紧，轮子固定好，再就是这个扶手这上面两个螺丝拧紧，在这里螺丝，这个是调节高度的，调节高度的时候你这样子。根据你个人的需要，你想怎么调就怎么调。扶手安装好，这个是油门开关，油门开关这里个螺丝把它拧紧。这个油门是往这边是加大的。油门安装好，在这个空气滤芯器这里。两个螺丝，四个螺丝把它固定，这里还有两个螺丝把它固定。这个地方，发动机这个空气滤芯器，发动机本来它上面有一个外壳，你把它卸下来，卸下来的话，把这个高级空气滤芯器给它装上去就好，这样子套进去就可以，很简单的。轮子跟扶手空气滤芯器装好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再装挡泥板。挡泥板它这上面有螺丝，把它连接好。挡泥板，看到没有？这都对称的，这个商标都对称的。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地方，这个连接片，长的是在上面，下面是窄的。长的一定要在上面，在。两边搞好，在中间可以调节这个螺丝，这个挡泥板可以。耕地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，开沟的时候要这样子，再把螺丝拧紧。机器安装好之后，钻刀，这个是开沟刀，开沟刀。三片朝外面，一二三，三片朝外面，一片朝里面。这个薄的是刀口，看到没？这个是厚的，这个是薄的。薄的是刀口，这个也是刀口。刀口一定要朝前，刀口先着地，螺丝这样卡进去。再把这个插销，这个有洞的，插起来。好，开沟刀这样装好，装好之后，这个插销插上去，这个插到这个洞里面的时候，插销一定要插第二个洞，一定要插销插到这个位置，不能插到这里。好，机器现在安装好了。安装好，第一件事，发动机加机油，这个是中层发动机，这里加机油口，机油口加标尺的1/3，一定要注意加四冲机油，就是摩托车上面使用的四冲机油，一定要加标尺的1/2，发动机放平。你前面这样子发动机是不平的，你这样子发动机是平的，才搞到标准，按照标准。最主要是发动机一定要加机油，这是汽油箱，加汽油，随便加什么汽油都可以，92、95都可以，加汽油。
机器安装好加好以后，首先启动，好，启动的时候这是开关，这是0，这是1，按下去，在这个红色的是风门，风门这样是打开，这样是关，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关好。加好之后，风门关，开关打开，再拉盘拉出来，启动。机器发着以后，新的机器发着以后是关。机器启动好，要工作了，风门一定要打开。好，这个是开钩刀，开钩刀装好之后，根据你自己的配置，这个是除草轮，除草轮看到没有，刀口这个是薄的，刀口朝前，刀口朝前，这个朝中间，这样套上去，这个是除草轮。好，这个是跟刀，跟刀它这里是活动的两组，根据你自己的需要，可以安装一组也可以。固定那上面是它这个洞，它这上面也是一样，插销插第二个洞。这个一点剪掉。好，这个刀安装看到没有？其实这个刀很简单的，这个刀，刀口，所有的刀都一样的，它都有刀口。像这个薄的是刀口，这个是刀背，刀口朝前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刀都是刀口朝前，这上面对称的。这个拿起来是两片朝里面，两片朝外面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两片朝里面，两片朝外面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搞好之后，这个是深钩刀，深钩刀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也是装好，装好你再这样抵一下，它是对称的，看到这两个角没有？这是尖的，这是刀口，看到没有？这下面。这样子的，这上面这样子的，下面这样子的。好，如果你是开钩，开钩的时候你装后面这个轮子就可以，开钩，装轮子开钩，这样会方便一点。如果你是除草或者跟刀跟地。用除草轮，前面装跟刀，把它装上去，这样装上去，你后面一定要用支撑杆，这个是支撑杆，支撑杆方向是这样子的，弯口朝后面，看到没有？弯口朝后面，支撑杆这上面有洞，你可以调节。把这个扶手这个插销拿下来，把这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拧紧拧松，好，拧松，再把这个插销拔下来，这个轮架拿下来，把这个插上去，整个看一下效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弯度，弯度，弯度一定要朝后面，不能装反，弯度朝后面。在其他有不清楚的一定要联系客服，最主要的是发动机一定要加机油，发动机这里收到货